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研习报告里面的幸运持名啊这一段。我们讲到持名时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前面跟诸位说过啊，我们的心本来是佛心啊，遗憾的呢是我们自己迷失了啊，这才沦落到凡夫啊，沦落在六道。长劫而不能够出离，在这个里头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闻到佛法，怎么会晓得这桩事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怎么可能回头啊？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呢啊，无比殊胜的缘分，能闻到佛法，能闻到大乘啊，能闻到净土法门，这个不是一桩容易事啊！这个世界多少菩萨声闻，想闻这个法门没有机会啊，正如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我们每一位同学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我们跟阿弥陀佛就结下了深厚的法缘啊，这一生当中才有机会也，这又遇到了。啊，结的法缘很深，为什么还不能往生？法缘之深还不够。啊，这个世尊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讲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那个少字是灌下来这三句的，就是不能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换一句话说，
善根要多，福德要多，因缘要多，这一生就决定得生了。这三条少一条都不行啊，都成了障碍啊。那我们怎么晓得这一生这三个条件都具足了呢？这个问得很有道理啊。其实你这三个条件有没有具足自己知道，善知识知道，甚至于鬼神也知道，鬼神一般来讲他有五通啊，他能看得出来啊，这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自己。自己怎么知道呢？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说，你是不是真信？真信了，你的思想、见解、行为，自自然然跟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呢，大不相同啊！真信了，你是不是真的愿意生极乐世界？果然真愿。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你自然放下了，你要是你放不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的愿呢就不真了。有真信，有真愿，再看你是不是真的在行。如果你真的在念佛，把念佛看作你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把念佛落实在这一天当中，从早到晚，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有事来了办事，佛号放下，专心工作。工作完了的时候，这工作一放下了，佛号就提起来。真念呐，我们净宗学院这里提倡经教经教是我们附带做的，不是正规呀，附带宾主要分清楚，
因为经教这桩事情不是人人都能学的。啊，这个自己要清楚啊。万不可以颠倒了。往生是大。啊，我们在此地学经教。自己具足经教的善根福德因缘，你可以学。啊，对于经教没有怀疑，对于经教能够理解。啊，这个里头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记忆，一个是解悟。啊，经教你真正能记得了，你的记忆力好啊。啊，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听法师讲经，听完之后，啊，你复讲一遍，啊，你有能力，至少讲到六成，啊，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学经教，没有这个能力呀，随喜。为什么呢？没有能力要过分的勉强，学不成功啊！啊，早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慧仁法师。很聪明哦，这个人要真正好好的学啊，将来讲经弘法啊，是个人才。我介绍他到台中，李老师见到也很欢喜。啊，他大概是他大我5岁，跟馆长同年。从小出家，没有学过经教。啊，听我讲经非常欢喜。我说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学。啊，到台中，我跟李老师学楞严，李老师正是在讲楞严经。啊，那我们学是从头啊，他是从半当中进去的。啊，我劝他学小部经，啊，不要学楞严，楞严太大了。啊，我跟他讲。我听李老师讲小部经，听了30多部。换一句话说，我有30多部小部经的基础。啊，凡是我听过一遍的，我都能讲。啊，我跟同学们说了，我复讲的能力可以讲到95%，我有这个能力。
啊，有这个记忆力，也有理解力。啊，我劝他从小步慢慢的学，按部就班呢。啊，他很不高兴。啊，认为我瞧不起他。哦，你学楞严，我就不能学了。啊，那这就没法子啊。好吧，当然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啊，也许你的根性比我高啊，我不如你啊。我从小慢慢的往上提升呢。这一启蒙就是这个大经，那这是，这不是普通人呐。慧仁法师非常用功啊，日夜不间断呐。啊，听李老师讲经，看古人的注解，找参考资料，每天晚上都搞到两三点钟。啊，真的，我看到的是勇猛精进，搞了10个月，身体不行了。啊，有一天晚上看经，忽然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第二天来跟我说，用功过度。啊，这个没法子，离开台中到台北。啊，他从小出家的，唱念非常好。啊，那个时候年轻法师里头，啊，这个唱诵一门呢，也是佼佼者呀，法器好。得做花费呀，做进禅佛寺去了。啊，做了两年，积蓄了大概有不少钱，在台北木栅买了一个托儿所，人家一个托儿所要卖，他把它买下来了。啊，作为一个小道场。法藏莲社啊，到台中来给我说啊，他现在有个道场了，请我到台北去讲经。我说好啊，我们老朋友啊。啊，这个时候给我说，我后悔呀，没有听你的话了。啊，如果我要是从小步进，慢慢按部就班来，不也成就了吗？没错。啊，当时我给他建议的、劝导他的，是好话，绝对不是瞧不起他。事出世间法，学习都是有次第的，由浅而深的，由小步再到大步。不吃力了，啊，用功过度，啊，这个法师好像是前几年，大概有四五年了，啊，四五年前往生了，啊，在香港，啊，他以后到香港去，我们就很少往来了。所以学经教啊，要有学经教的条件啊。学经教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自己断疑生信。我这里提出心
愿解行。我们为什么不能如佛呢？我们理解不够透彻。如果有相当透彻的理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业因果报的真相，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疑惑断了，不再有问题了。早年我都常说，我讲这个念佛同学，你们遇到我，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我总的一句解答，讲什么呢？不老实。如果你能够老实念，哪来的问题呢？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是真话了。为什么不老实呢？妄想太多，分别执着太多，所以你不老实啊。为什么妄想分别执着那么多呢？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所以我们学经教的目的在哪里啊？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断疑生信，真正做到老实念佛，自己有受用啊，自己有成就啊。哎呀，我没帮助众生呢，你已经帮助了，你自己还不晓得。我怎么帮助呢？你已经做最好念佛的榜样给别人看。有缘的人看到你的行仪，他感动了，他觉悟了。没有缘的人看不出来，有缘的人看出来，这才是个真正念佛人呐。所以，自行就是化他，我们常说，无论在家出家，佛门弟子，念念时时处处都要给社会一切大众做好榜样。做人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些人的好样子。居家在家的同学，你的家庭是社会所有一切家庭里面的好样子，模范家庭啊。在这个道场，一定要将这个道场做成一切道场的好榜样。不要求人呐，求自己呀。别人怎么做，与我不相干。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
啊，每个人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啊，所以务必要记住古大德真实的教诲。我们与人相处，决定不能够说别人的过失。啊，说别人过失，惹是非呀，结冤仇啊！啊，你自己就错了。古大德教给我们静坐常思己过，自己反省检点忏悔改进，闲谈莫论人非也，不但不可以说，别人一切不善的地方不可以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你就错了啊！这是我常常讲啊，把别人不善放在自己心上，你的心就变成垃圾桶啊，专门收集别人的废弃物吗？心变成垃圾桶了，你的心坏了，不是佛心啊！那怎样自己这个心变成佛心呢？你专门收集诸佛如来的啊，种种言论，种种德行。我这个心不装别的，尽装诸佛如来的好东西啊！读诵经典，思维经义，啊，研究怎样把经典里面的教诲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佛心的。啊，心向佛，愿如佛。啊，佛是什么愿？总的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愿再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啊，世尊给我们讲的四弘誓愿啊，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诸位归纳起来也不出这四类。这个四类我也常讲啊，真正的愿呢只有一条，只有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这是什么众生呢？九法界的众生，没有证得佛果啊，都是众生啊。啊，都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他，协助他，成就他，啊，诸佛如来
只有这一位，帮助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人道啊，九法界众生啊，这里面包括了恶鬼、地狱诸生，包括了妖魔鬼怪，他都是众生啊。你要帮助他成佛。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迷失了自信。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佛觉悟了。佛对于这一切真相啊，完全明白了。这一切众生跟自己什么关系？关系太密切了。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到自他不二啊，我你他，现在在形象上不一样，佛性上呢一样的，一个佛性呢。所以大乘经上你看佛说了多少次，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包括你我他了，我们这些人，甚至于六道里面所有众生啊，恶鬼地狱，这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他讲三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就是现前一切众生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我们常讲一心一德了，一点没错啊。众生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事实真相，在一切境界里头起了妄想分别之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这又起了贪嗔痴慢。迷失自信，越去越远呢。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不知道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关系，不单我们跟一切有情众生是一体，跟无情众生，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宇宙的全体，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谁知道呢？法身菩萨知道，他证得了。证得是他明了了。
他不再疑惑了。所以，帮助一切众生是主动的，是无条件的，自己帮助自己吗？自己成就自己吗？这个认知在佛法里面叫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把宇宙之间这一切人事物的关系这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时候，你的愿自自然然跟佛的愿一样了。那么你要度众生，怎么个度法？你要知道，众生在迷，你已经开悟了，觉悟。你怎么样帮助他回头？怎么样帮助他成就？后面三条是方法。烦恼无尽誓愿断，你要做出断烦恼的样子给他看。哦，他看了，觉悟了，明白了，哦，要这个样子做法。菩萨初学是诸佛如来为他实现的呀。哪一尊佛在九法界示现？不持戒呢？持戒干什么？断烦恼吗？持戒是方法，断烦恼是目的。因皆得定啊！定能伏烦恼，因定开慧，慧能转烦恼，转烦恼为菩提。这是修行第一门功课，德行。事出世间的教学，都把德行放在第一。你要帮助一切众生，这一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迷失自信的众生，你要帮助他，头一个要成就你自己的德行。那么我们今天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我们确确实实是凡夫啊。那凡夫就更要做了，为什么呢？度自己啊，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啊。这一桩事情
我学了50年了，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最初张家大师教导我的，确确实实，他老人家以真实智慧善巧方便让我改变了观念。接受了戒学，原本对于这个产生严重错误观念，对于经论非常喜欢，对于戒律很疏忽，连看都不想看一眼。这张家大师煞费苦心呐，让我觉悟了。戒律不是我们世间一般讲的生活规范，它是繁盛的分水岭啊。圣人的生活规范不是凡人，所以它永恒不变啊，超空间超时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通常大乘法里面常常讲的26个烦恼，26类呀，烦恼无量无边呐。世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归纳成26类。这26类里面，又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根本烦恼。第二类是随意烦恼，根本烦恼6条，随意烫恼20条，随意烫恼里面又分大随意烫恼、中随意烫恼、小随意烫恼。这26类要是断了，你的烦恼通通断尽了。从这里下手啊，特别是根本烦恼啊，根本烦恼6条，也就是6大类：贪、嗔、痴、慢、疑、我见。我见里面又分5大类：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所以根本烦恼6个，我见呢要开5个，
啊，所以总共实际上就十条啊。十条分作见烦恼、思烦恼啊，叫见思烦恼啊。啊，思烦恼里面五条：贪嗔痴慢疑。佛给我们说了，六道轮回就是这个烦恼变现出来的。如果你能把见思烦恼断掉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见思烦恼不断，六道轮回永远在呀。六道从哪来的？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你要想超越六道，佛说很简单的，你把能变六道轮回的那个能变的东西把它拔掉，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谁做到了呢？阿罗汉做到了。啊，阿罗汉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啊，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有两句话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阿罗汉觉悟了。这一觉悟啊，啊，六道没有了，六道空空无大千了。这个大千世界，我们讲娑婆世界，这个大千世界就是六道轮回。啊，佛在经教里讲得很清楚啊。啊，讲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星球，佛经上称作南瞻部洲啊。啊，这个星球是在太空当中运动啊，围绕着须弥山在那边转，须弥山是中心。啊，太阳、月亮，这许多星星都是围绕着须弥山的腰啊中间在那里旋转。黄念祖老居士讲的是有道理。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太阳系不是绕着银河系在转吗？银河系的中心，黄老居士讲，那就是须弥山。须弥山不在地球上，也不在太阳系。银河系的中心，我们中国古老天文里面讲黄极。啊，黄极就是须弥山，啊，黄道，啊，黄道我们晓得是这个行星，啊，这个是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所走的轨道。这个轨道我们称黄道。
啊，可是日月星辰在从前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不知道，总以地球为中心啊，观察到这个行星呢，它有轨道啊，这个轨道称为黄道。啊，那么一半行星呢，绕地球转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南极跟北极，啊，南北极，完全是以地球为本位呀。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实际上，佛在经上所说的。你仔细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须弥山确确实实是银河系的中心啊。那么现在有人讲银河系的中心是黑洞啊，它具有巨大的能量，连光走到黑洞都被吸收了，走到它的边缘，受它的这个引力影响，光都变成扭曲了，啊，这么大的能量。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啊，1000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啊，这个单位世界的天顶，啊，那就是银河系。银河系的天顶呢，是初禅天呐。一个银河系只有一个初禅天。那么然后再以1000个单位世界，就是1000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天，啊，一个小千世界只有一个二禅天。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和1000个小千世界，再有一个中千世界，中仙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天，然后再以中仙世界为单位，啊，或1000个中仙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四禅天，所以六道就是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是一个四禅天的，1000个中这个三禅天，啊，1000乘1000，10万个，10万个二禅天，10万再乘1000，啊，100万个初禅天，那就是。这个单位世界，单位世界就是银河系，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啊，我们度众生啊，至少发愿，这本国嘛，娑婆世界是本国嘛，你要有这么大的心量。你要以这个心量去对一切众生呢，啊，如果这个众生看不顺眼，那个的时候对他有意见，你就不是学佛了。
啊，你就不断烦恼了。你烦恼怎么断烦呢？啊，你还学什么法门呢？愿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我们接着还讲这个愿通佛。啊，我们不能讲的太多，单讲四弘誓愿。啊，对于四弘誓愿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发愿，要落实，啊，要把这个愿做到，啊，所以见思烦恼断了，超越六道啊，啊，脱离是娑婆苦海。念佛是快速、稳当、简单、容易，成就又无比殊胜的这么一个法门。所以世尊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求生净土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啊，真是苦口婆心啊。啊，我们总要记住，所以烦恼不能不断，法门不能不学，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今天只学一种，学以致用，啊，专修敬业。印光法师常常以这四个字勉励学人，专修敬业。啊，其他的经论，这我说过，你敬业修得有把握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有把握往生了，你还有多余的时间研究其他经教，不妨碍，可以学。如果敬业没有把握，你想想看，你要不要放下？专修啊！那好多经论我没学过怎么办呢？到极乐世界再学去。在这个世间，我碰都不碰它。啊，为什么呢？我是中下根仙的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啊，真正你具足这个能力，这个条件，行啊。那么你学来干什么用的呢？帮助别人的。啊，因为这世间有些人不是净土根基呀，净土经教他不能接受啊！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啊，一生当中所讲的经论太多太多，太丰富了。无论什么人来，他有能力教啊，这个行啊。啊，我们没有佛这个能力，啊，只好乖乖的听话，一门深入。啊，这一门真正通了，啊，什么叫通呢？在这一门里面悟入了，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宗门讲明心见性，教下讲大开圆解，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都是明心见性，都是这个境界。到这个时候啊，什么都通了，所以叫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你全都通了，没有一样你不能讲啊。啊，到那个时候，我还要不要讲一切经呢？可以，可以讲。啊，一切经是戒引各个不同根基。但是自己呢，自己专修净土，你们不相信你就看文殊菩萨，看普贤菩萨，啊，文殊普贤教化一切众生，什么法门都说啊，他自己呢，你看华严经上发愿求生净土，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自己做样子给我们看呐。这就是告诉大众，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后以回归净土为第一。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能往生。啊，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啊，这个三辈往生最后一段，啊，慈州法师在科判判他做一心三辈。啊，那一段是讲什么？修其他大乘法门。不是专修这个专修净宗的啊，就是大乘佛教里头无论哪个宗派显教密教啊，到最后你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得生，法门广大了。阿弥陀佛并不是讲啊，你不修这个净土法门你就不能往生，不是的，不管修什么法门，只要修到你有成就，啊，什么成就呢？烦恼断了，智慧开了，有度众生的大愿，一律欢迎。法门广大了。啊，那细说呢，就本经来讲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们净宗学会成立特别把这一章经文发大誓愿第六啊，作为我们早课的读诵经文，用意在哪里呢？愿如佛，
用意在此地。晚课我们读的经文，选《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用意何在呢？行如佛，32品到37品是如来行啊，里面的内容诸位都知道啊，无界十善啊，不是讲得很高很玄很妙啊，老老实实啊，这是无量寿经的好处啊，特别是这个汇集本，越读越欢喜。下联句老居士，再来人呐，不是普通人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迈阿密，美国特异功能的人他讲的。我们佛法讲有神通啊，这中国人讲有特异功能。这个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他说的，他跟夏老没见过面呢，看到夏老的照片，他跟大家说，这个人身体透明的，我们只要一听身体是透明的，这什么意思啊？烦恼断尽了，烦恼是属于无明啊，不透明啊，身体透明了就烦恼断尽了，烦恼断尽了那是普通人吗？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无明没断呐。换一句话说，看阿罗汉那个身体是半透明啊，不是完全透明啊。菩萨透明度比阿罗汉要高。到如来果地完全透明，我们一般讲是跟水晶一样啊，跟玻璃一样啊，汇集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汇集得这么好，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个做汇集本，魏默生居士第二个做汇集本，这个本子都在呀。你们诸位把这个3种汇集本展开比较一下，你就晓得了。夏老这个汇集得太好了。真正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没关系，老居士赞叹啊，肯定佛在经上受记啊，到佛法发灭的时候，所有一切经教通通都灭了，无量寿经还在这个世间多留100年，
最后面的，肯定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相信他。你要问我为什么相信，我有统计数据做根据。这十几年来，无论在国内在国外，没有一个不欢喜这个本子，那么说明这个本子契机呀。切利切机呀，这个本子当然长存在世间了，就是这个道理呀。所以我们有缘把这个本子细细的来讲一遍。留给后学做参考。所以四十八愿我们用它来做早课，无界十善这些大段经文佛讲得很细，作为晚课，早课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愿要通佛，晚上晚课要反省，要忏悔，佛教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做到？佛教我们不准做的，我们有没有违反？要反省，要检点，改过自新呐。心情一定要戒，这个戒是广义的，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对一切人事物的了解，像佛一样有智慧呀，样样清楚啊，样样明了啊，样样都不迷惑啊，处事待人接物没有过失啊，这样才能真正呢为人演说。我们常听古大德讲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念跟什么相应呢？跟佛的心愿解行相应。那你对于佛的心愿解行要是不清楚不明白，那怎么个相应法呢？要清楚要明了，那这就要靠教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从事于教学工作49年了，教什么呢？还不就是教心如佛心，愿如佛愿，结如佛结，行如佛行，就是教的这个。不要以自己知见为标准，不要以自己想法看法做标准，为什么呢？我们是凡夫，我们的成见是错误的，
我们的思想见解不见得正确。佛在经上实在讲，也是方便说啊，还不是真实说啊。佛说，等你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尽了，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啊，相信你自己的想法看法。佛的方便说，我们现在不要说是阿罗汉，出果须陀洹我们都没有份啊。为什么呢？须陀洹见烦恼断掉了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真的断了。见解如佛，但是思想跟佛还是不一样。啊，见解如佛了，正小乘出果。啊，大乘《华严经》里面讲的，初信位的菩萨。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啊！怎么能相信自己啊？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这小乘四果，你看看前面。三果，佛没有说他，你们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佛没有说。换一句话说，都还不能相信自己意思。我常常讲，要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随顺佛陀教诲啊。啊，对宇宙的想法看法，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我们看看佛是怎么想的，怎么学佛，佛是怎么看的，我也学佛，这就对了。即使证得阿罗汉果了，小乘了，出了六道，没出十法界。自己虽然是正觉了，可是比菩萨呢还差得远呢。菩萨正等正觉，所以最好还是要继续不断随顺佛陀的教诲。没错。我们可以早一天成无上道，诸佛如来真实教诲，就是劝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我们要记住啊，这才是第一真实教诲。啊，随顺佛陀的教诲，这就相应了。啊，那就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了。故经云，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这十二个字，是《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经文。一佛念佛，一什么？念什么？这个要知道，一佛的心愿皆行，念佛的心愿皆行，这叫真念佛了。而不是想佛的相好，不是念佛的名号，相好名号是方便，方便不能舍弃。因方便而入真实，啊，真实是心愿皆行。我们想到佛的相好，啊，看到佛像32相80种好，看到佛像，就想到佛的心愿皆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就要想到啊，名号的实质啊，名号实质是什么呢？佛心、佛愿、佛节、佛心。啊，我自己念这句佛号，或者听别人念这句佛号，立刻就提起我自己。啊，我的心要保持着像佛一样的心，像佛一样的愿，像佛一样的节。啊，节是智慧呀，像佛一样的心。啊，心是德行呐。一句佛号，就把佛的心愿解行圆圆满满的包容了，一点欠缺都没有啊。那么我们再要问了，佛的心愿解行有没有具体的参考资料呢？我们来学习呢？有简单的，这《阿弥陀经》就是的，就是佛的心愿解行。啊，再详细一点呢，《无量寿经》；再详细一点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古大德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啊。我们今天念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就是小本的华严经啊。无量寿经是中本的 啊，这三部经里面所说的有广略不同啊，阿弥陀经略说说得很简单很扼要啊，略说
大方广佛华严经上广说，说的详细。全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佛心、佛愿、佛解、佛行。你们想想看，是不是？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我们对于研究研究这个教理那么样的重视没有别的，我们就是学佛心、佛愿、佛解、佛行，这个就是念佛，这就是一佛一佛念佛，这下面是果，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现在，当来是往生之后现前是我们没有往生之前，必定，你看这个语气多么肯定人在临终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给旁边人说，我看到阿弥陀佛了，那是现前见佛他看得见，我们一同在这个病房里面，一般人看不见，他看见了这个事情不是假事，是真的一般平常人在这个时候见家亲眷属，他跟他周边的人说，我看某个人来了，他在门口，那么他所讲的都是他的家亲眷属都已经过世的了，这个时候他见到那么是不是他家亲眷属呢？《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给我们说出这桩事情了，不是的，不是他家亲眷属是什么人呢？是他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变现他家亲眷属的模样来干什么？来带他走，带他走了之后跟他算账《地藏经》上佛说的念佛人要特别谨慎这个临终的人说出这些话，特别提醒他，不要理他，无论他见到什么人都不要理他一心念佛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可以跟他去，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什么佛菩萨都不能跟他走这里头菩萨之有观音师之阿弥陀佛，这是西方三圣其他的所有佛菩萨你见到了都不能跟他去，为什么？魔会冒充
啊，魔冒充佛菩萨，啊，冒充他的家亲眷属，这个都不犯法。他不能够冒充本尊，我们修净土，西方三圣是我们的本尊，妖魔鬼怪不可以冒充本尊，冒充本尊，护法神会制裁他，他不敢。他冒充别的佛菩萨的时候，护法神不干涉。冒充本尊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临命终时遇到的时候是阿弥陀佛、观音师至，放心跟他去，真的不是假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讲依报妙这个经文借着前面来的前面是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这个地方解答了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为什么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这说出来了。那个世界里面居住的众生呢，居住众生人天声闻菩萨没有三恶道，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么这些居民没有苦没有苦那就是乐，所以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下面我们有个简单的说明总说无众苦受诸乐，众苦太多太多了。大乘经上佛讲无量苦又说八万四千苦。八万四千可不是随便说的，诸位，你查查佛学字典，你查查教程法术，真的，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了。八万四千苦，佛在教学当中，把一切苦归纳为三大类这个教学的时候好讲话了三大类呢，也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三苦三大类的苦第一大类啊，苦苦。第二类啊，坏苦；第三类叫行苦。
这个名相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是动词，下面这个字是名词啊，苦苦，上面这个苦是动词，下面是名词。什么叫做苦？总的来说，烦恼逼迫身心的啊，你的身心，我们现在人讲压力呀。身有压力，精神有压力，啊，身体有压力，不自在，很痛苦啊！啊，这个苦说不尽呐！啊，佛也把它分为八大类。所以苦苦也称作八苦啊，那就是八种苦苦啊，苦苦坏苦行苦叫三苦，这是三大类啊，那个八比这个三小，三是大类，八呢是三大类里面的一类啊，八苦啊，是苦苦，哪八种呢？这佛在经上常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就是四大类了，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无因之生苦，这有四大类，合起来八大类呀，这叫八苦啊！啊，苦的定义呢，就是末后这一句，烦恼彼身心故，啊，我们看世尊给我们讲的这个八大类，一切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你既然在六道里面，你通通都要受。啊，真的是人人平等。啊，不要说上至帝王了，就上至天王。啊，这个天呢，欲界天。啊，色界天里头没有苦苦。它有坏苦，有行苦。欲界里头，苦苦、坏苦、行苦，通通具足。真叫苦不堪言呐！生苦。这一关我们过了啊，苦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也忘掉了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细心的思维观察，稍稍能够体会到一点，我们以人来做一个例子，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不例外。你到这个世间来，你跟你的父母有缘呐，没有缘不会变成一家人。那么佛给我们说的，什么缘呢？缘很复杂，佛为我们讲经，确实他有善巧方便，他把这么复杂的因缘为我们归纳为四大类，这就好讲话了。第一类呀，报恩的；第二类呀，报怨的；第三类讨债的；第四类还债的。这一家一家人，总不外乎这四种关系。如果没有这四种关系，不会成为一家人。一个人，在你一生当中，你所交往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也是这四种人。那么这四种缘由前生后薄不同，缘深缘厚变成一家人，缘浅一点薄的人变成亲戚朋友，再浅再薄就变成我们一般熟悉的人，甚至于我们在马路上遇到这个人，他给我们笑笑点点头打个招呼，这缘很浅，有缘没有缘他不会给你打招呼甚至在街头上遇到陌生人根本不认识他看你很不顺眼瞪你一眼也是缘但这个缘很浅也许这个人我们一生只会遇到一次古人常讲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因此佛菩萨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与人要结善缘要结法缘这个很有道理既然晓得人与人之间这四种关系如果过去世中与我有恩，他就对我非常好我有艰难困苦的时候，他毫不吝啬他全心全力来帮助我，报恩的报怨的呢？那看你完全不顺眼常常侮辱你、回报你、欺负你，甚至于伤害你。报怨的
啊，来骗你的财物，偷你的财物，盗你的财物，都是来讨债的。啊，他来帮助你赚钱，啊，帮助你生活过得富裕，还债的。细心观察，随顺佛陀教诲，那么报恩的，希望我们彼此互相恩德要加深的，不但要加深，还要觉悟。我们怎样回报呢？啊，要帮助他觉悟。那个抱怨的怨要化解，啊，这个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方法没有一定，只要你运用得非常恰当，把怨化解了。但是化解冤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总纲领、总原则，那就是忍让。古人常常教导我们：逆来顺受啊！啊，我们自己永远保持仁慈的心、宽恕的心，啊，报恩的心。这人家来欺负我，来抱怨的，那有什么恩呢？冤结化解就是恩。啊，又何况人家不管是有没有理，啊，他来欺负你。啊，来回报你，侮辱你，你不是没有能力报复啊，有这个能力，有能力不报，这就是你的德行，这就是你的觉悟啊！啊，内心里面没有怨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这个账到这个地方了。欢喜啊，等于说过去我欠你的账，过去我欺负你吗？这次你也欺负我吗？这一来一去拉平了啊，好欢喜了，账结了啊。恩在哪里呢？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你的忍辱波罗蜜在哪里？显示呢？就在这个时候。啊，看你有没有忍辱波罗蜜，有没有般若波罗蜜，有没有禅定波罗蜜，有没有持戒波罗蜜，有没有布施波罗蜜。这一忍呢，六度齐修啊。他帮助你成就你六度齐修，好事啊，不是坏事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自己真得受用啊，他怎么会不感恩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圣贤教诲，那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习气肯定是什么？我怀着这个嗔恨，我没有能力，我将来报复你；我有能力，我现在就反抗你。肯定是这样的吧？那这一来的时候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不是这一生呐、啊，这一世过界，来生更严重啊，一世比一世严重，彼此双方都痛苦。错了，啊，所以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真正的忍辱，啊，化解冤结，自他两利。这个是只有圣贤人才会这样教我们，一般人不可能的。所以这四种缘我们要认识清楚，生呢，这是讲来受生，这生还没讲完，现在我们时间就到了。好，我明天继续讲。